大家好，我是巧娘，今天跟着巧娘一起去大明星的家，就是这位大帅哥。等一下，外面的，因为现在有陪产的，我们不要跟陪产回去。嘿，爸爸画香，嘿，爸爸画香，快，大家起来，我们出发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宝宝们出发了，来，我们开灯，开灯，宝宝。有去过头屋，还有一间叫杨美哦，龙江套套，有没有啊？我们之后第五间哦要开了，开在台南，嘿，啊，目前这四间。好，那我们的特色跟风景都不一样。好像今天你们来的这间就是属于巴厘岛风景的。你们按好，如果喜欢拍照的，等一下可以到园区里面，因为现在有刚好正在玫瑰季。好，有15000平，一次搞定，就是采用阿里山山林系上面的两山系，那再整个给它吸干吸收。好，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们会往右手边，好，我们的。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好热闹？导览员为我们导览的非常清楚，这里可不是海边，但是却非常非常的漂亮，仿佛到了海边，到了沙滩。大家一定要来看看，此时此刻仿佛到了我家乡的海边。如果不说，大家以为在海边。我不说了，现在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，只有两个字，漂亮，值得来一看。
真的真的好漂亮，大家都看得目瞪口呆。这里面的设计真的太漂亮，是哪个大师这么会设计，真是叹为观止。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天堂里，以前只在画上看见这种画。这个地方的名字大家要来就可以搜寻一下。大家又开始了，好了，太美了，差不多了，要回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美景小娘无话可说，只能说只有你亲自来，过年期间带你全家来看看，不虚此行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